不行，本王不能就这样倒下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坚持住。无论多少次都一样，奴家都能缝起来的哟。区区针线切断即可退。那些机关全部都停下来了，好机会，大家一起上啊！本王的精神力已经耗尽，矮人国真的要灭国了吗？看你们还能怎么办？敢动我朋友，那就准备迎接我的怒火吧！我是不会眼睁睁看着矮人国被攻陷的。是马丁来帮助我们了。艾尔，我要先进入矮人国城内，这里先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想走？单位魔法，双动。就想妨碍马丁老师。岩泉，流！嗡嗡嗡的，烦死了！艾尔，好棒！真好，来了一堆做新玩偶的好素材。死亡缝刃，断！哦。魔神族十二柱将，就这水平？牙尖嘴利的小娃娃！又有人来了！什么？叫他！胆敢伤害我帝国学生，下场就犹如此人！帕帕克，我的好弟弟，我定会为你复仇。那无需多言，直接开战吧。上啊！早上早得少，功劳不等人。战斗准备。老师小心。艾琳娜，用那招。是主人。气剑术，增幅魔法。巨阵元武斩，甲壳虫，我的闯关竟然裂开了。可恶的人族。哎呀，恩斯，你还是冷静点好，不然小心跟你弟弟一样的下场哦。别乱动，给老子闭嘴。够了，撤退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带上剩余手下全部撤退。是，施主大人。安舒安斯啊，今天还是先撤吧。可恶，全军撤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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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好把他们都吓走了。这么大范围的增幅魔法，我一天只能用一次哦。那刚刚魔神族要是继续冲过来的话，岂不是……王国锻造，修复。国宝应该都恢复启动了。辛苦你了，马。父王，猛火箭。
躲到八层地下室了，这也能被找到。我叫孟凡，蓝色沦陷的一百区。几十年前，这个世界出现了数不清的怪兽。恭喜宿主完成被动系统考核任务。为了抵御怪兽的侵袭，绝境中的人类开发出了图灵，拥有了对抗怪兽的力量。这些人便是图灵师。大家亮出本命图灵，三尺小木棍，诺基亚手机，一型图灵师，普通的板砖。哎呀，这破板砖！检测的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永无头开始新的冒险。啊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！我要退出游戏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今天晚上都逼到无路可逃了！快跑啊！他们来了！啊！我们死定了！秦宇啊秦宇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。赵殿、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你二人血债血偿。秦宇，你的修为？不可能。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那我真正让你们来吧。